奖颁发106学年度校长杯篮球比赛男子主颁奖，第一名休闲保健学系，第二名海清班，第三名材料与能源工程学系。念到的学系请代表副奖。那我们请我们的通识中心主任为我们主讲。那同学先热烈掌声。好，那我们请我们的体育中心体育敏秘书先为我们颁奖。同学热烈掌声。接下来颁发106学年度校长杯羽球比赛，第一名海清班，第二名应用日语学系，第三名休闲保健学系。我们要请我们的体育中心陈一鸣去为我们颁奖，请获奖的学系上台。106学年度校长杯排球比赛男子组，第一名精致农业学系，第二名休闲保健学系，第三名企业管理学系，请获奖的学系上台。谢谢以上获奖的学系。接下来颁发106学年度校长杯排球比赛女子组，第一名精致农业学系，第二名休闲保健学系，请获奖的学系上台。学年度校长杯篮球比赛女子组获奖的第一名休闲保健学系，第二名精致农业学系，第三名资讯传播学系，请获奖的学系上台领奖。
谢谢以上获奖的同学。那我们今天的明道讲座正式开始。那我们请我们的通识中心先为我们做支持，同学热烈掌声一下好吗？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哈。今天是由教育部为各位邀请心理智商方面专业的曾老师来为各位上课。因为我们刚才颁发这个校际的体育竞赛的这个获奖的典礼所以我们有点耽搁点时间那我们就把握时间我们热烈掌声欢迎曾老师。各位同学早。那今天的话，就很高兴受邀来到明道大学，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两性互动，比较前端的部分。在爱情里面，其实爱情分成追求、认识之后的互动，然后在一起的维持，最后可能会面临到分手。那我们的主轴目前的话，就会是放在怎么去认识，怎么建立你自己的吸引力，在这上面。那你来帮忙吗？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先前是念资讯，所以我之前是工程师，后来才转到当心理师的部分，所以呢，本身也算是蛮了解在新竹一些比较理工科系的男生会遇到的困难，而他们最多的困难都是卡在追求跟吸引的部分，所以呢，我也比较琢磨在这一部分会有更多的介绍。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的话，会让大家先认识一下爱情大概有哪些类型。可以去看到 Stanford 有一个 Stanford 教授他提出来的爱情的三角论。要建构出一个爱情的话，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亲密，这件事情就代表要有心与心的交流，你们是有互动，然后彼此有深刻的认识、亲近连结、相知相喜、信赖，这是亲密。再来就是激情 ，OK， 激情就是兴奋、强烈的吸引力，包含外貌，然后要不然就营造浪漫的感觉，还有身体的亲密，甚至是性行为，这是激情。所以在激情上面的话，有可能就是一夜情这个概念，亲密就是好朋友会出现这个情况。再来就是承诺呢，包含了你开始决定你要为他付出，要爱一个人，你愿意长期的跟他有互相相守的意愿跟决定，一起面对未来，愿意牺牲奉献，这一个是承诺的部分。所以在爱情的三角理论的话，就会根据亲密、激情、承诺这三者建构出你的恋爱形态。你们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的爱情状态，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建构出来的情况。如果只有激情的话，那就是一种迷恋式的爱情，就可能对偶像，对于什么系队的队长，或者是系学会的会长，类似那种崇拜他，然后你很迷恋他的状态，激情或者是一夜情是这样子。那亲密的话，就是一种喜欢式，只有亲密就是喜欢式，敬佩、尊敬、崇敬，想亲近他，觉得他不错，可能对方成绩好，你欣赏他。如果单纯只有亲密的话，最后承诺就是一种空洞式的爱情，承诺就是类似父母决定的。你去相亲，当然现在可能还不会遇到这个情况，等到年纪大了以后会出现父母会催婚，希望你赶快结婚，就会是承诺式的爱情。那每两都可以结合成一种爱情，激情加亲密就是浪漫式的爱情，缺乏承诺，所以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们有在一起互动过就好了，到时候分手了也不会因为有承诺而有负担。再来，亲密跟承诺的结合就是一种伴侣式的爱情，老夫老妻的爱情，没有激情，没有浪漫，就大家平平淡淡的生活。蛮多，也许你们到了大三，这个爱情到了大三、大四的时候，就会渐渐走入这样子伴侣式的爱情，少了出去外面可能去夜游，两个人去探险，会少了这个运动。再来就是激情跟承诺的话，就是愚蠢式的爱情，
闪电结婚。好，我们一开始说天雷勾动地火，接下来我们决定要结婚，我们就决定在一起，并没有前面亲密的互动过，没有彼此了解对方的心，就是状态，所以是一种闪婚愚蠢式的爱情。再来，三者合一就是所谓的完美爱情。这个理论呢，就会出现一个状态，是说，如果今天你遇到了一个只有亲密跟承诺的情况，你们两个人是亲密承诺伴侣式的爱情的时候，会出现可能出轨状态。你会拉入一个可以带给你激情的人，来满足这个三角形。哎，理解，所以就会有小三或者有小王。你要找一个可以带给你迷恋式那种浪漫式的感觉。所以呢，一二，你现在的伴侣是这样，然后你会拉一个另外一个满足你的激情。如果你是亲密跟激情的时候，你会找一个愿意承诺守着你的，真的是工具人，有可能就会出现工具人。所以这三角形的话，会形成你的爱情的形态。那我们就会到了恋爱的历程，大致就是从认识开始，也就是，你们到现在已经也快一年了，应该彼此都互相熟悉认识。应该是认识之后开始进入到蜥蜴。你们现在有班队吗？有吗？有班队？你们要什么？有班队吗？应该没有系队。如果有班队的话，就要小心。通常交班队，你觉得一分手就少了一半的朋友，你的那个朋友会被切割，两边分，有他就没有你，有你就没有他。这不是说交班队不好，是因为状态还不成熟。分手之后不成熟的状态就会变两个人水火不容，所以认识的状态，再来就是建立吸引力。认识之后，你开始有吸引对方的地方。等一下我都会去讲，从心理学的角度来介绍这一块。再来就是交往，然后维持，最后会分手。基本上分手在台湾的状况，平均交往是18个月就会分手。我平均在一起18个月就会分手。所以大概就是1年半的时间，所以现在的同学大概看他班队，你就算一算，大概还剩2个月他就要分手了，你就可以算一下，就预期他会分手的情况。那我就会着重在认识跟吸引的部分。再来呢，你们都是小大一嘛，所以在高中的时候会被鼓励交男女朋友吗？都比较少，这时候就会这个情况，妈，很多人高中都交到女朋友，我都交不到。那傻孩子，等到你上了大学就会遇到啦、遇到喜欢我的人吗？不是啊，遇到一个跟你一样交不到女朋友的人。听妈妈，妈妈就是永远叫你要认真念书，什么谈恋爱等到大学就交得到，其实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再来大学的时候也是，想交女朋友，你会被阻止说你好好认真念书，之后找到一份好工作，出社会自然而然就会有人喜欢你，或者自然而然就可以吸引到你喜欢的男生。没有，出社会之后，你只会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经验谈。出社会之后，尤其是理工男生，就会越来越严重。他越来越认识不到女生，周遭的全部都是男的，全部都是男的。唯一的女的可能就是清扫那个的阿姨，就唯一的异性。这边就看一下过去的恋爱方式，很可能就是这样，在一个成熟的状态，给大家看一个影片。Thank you.
就是曾经有一个都是大一哦，我都跟你们聊的大一，一个女生她就跑来冲到諮商室这边来，然后就开始哭，问她发生什么事情，她就说有一个男生，他去上他选修作文课，英文作文课，然后这个男生不是那个课的男学生，可是他就进来坐在他旁边，坐在这个女生的旁边，因为呢这男生是他班上的同学。去查他的课表，知道他有选修这一门课，所以他就觉得啊很体贴，我来陪你上这个课的，所以就等于是有点在跟踪他的状态。男生想要追求女生，可是女生整个吓到傻掉，因为有点被跟踪的感觉，而且呢，女生对这男生其实没有好感。重要的是，这个女学生，她对所有人都很好，她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温和，遇到每个人都笑眯眯。都可以跟你做好朋友的人，可是比较单纯的男生就会觉得，你给我这个，你是不是需要我？你是不是喜欢我？就被误导，接下来就觉得他喜欢他，就开始展开猛烈的追求。后来呢，这个男生就女生又去参加网球课，他去打那个那个叫社团，他去打网球的时候，男生就找了另外一个朋友。然后就发现他的朋友手上拿着一把小提琴，他朋友拿小提琴，然后男生拎着一个袋子，就走到那个女学生打网球的地方。接下来呢，他的朋友就开始拉小提琴，超级浪漫哦，拉小提琴，男生就拿巧克力出来献给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当场就吓哭，然后就又跑掉了。所以这个情况就是来要注意一点哦。刚才那个情境浪漫吗？哇，假设是你的男朋友，或者是一个你很喜欢的，又找了一个朋友拉小提琴，然后献上花、献上巧克力给你，好像很浪漫。来注意哦，当一个喜欢你的人做出这样的事情，就你喜欢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惊喜。好、哦，
你不喜欢的人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惊吓啊，了解哦。所以你们要说哦，我送早餐给你，在你家楼下送早餐给你，不喜欢就是惊吓，喜欢才是惊喜。所以不要觉得送礼这件事情有帮助，不要轻易的认为送礼这件事情有帮助。人家会告诉你一些心理学的原理，送礼跟平衡有关，人家跟你。所以现在呢，我们会开始讲怎么去认识人。认识有人就很简单，你旁边就是男男女女啊，想要男生认识男生也可以啊，女生认识女生也可以，很简单。可是往往就是都是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去哪里认识人，因为你会有担心，会有焦虑。我跟他说话，他会不会不想理我？哦，就像是这样啊，字可能有点小。OK， 你会有一些内化的信念，是你想象出来的。哎，我去跟他说话，他会不会觉得我怪怪的？我被打枪怎么办？不知道他会打枪我，好丢脸。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这样很诡异？他那么好，一定有很多人喜欢，我会有机会吗？再来就是他会不会不知道我是谁？最后，气氛会不会很尴尬？他会怎么想我这个？我们会有各式各样这样子的想法，阻止我们过去认识对方。像现在是通识课，其实你们有很多其实彼此不认识。可是万一有一个，你很欣赏他，想跟他多聊两句，会过去的可以让我知道吗？就觉得不错，就一下就说，同学我觉得不错，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吗？好，你怎么那么不矜持？你就说我不要，这样我才会被拒绝。我们一定会有被拒绝的时刻，可是其实这个是一个迷思啊。对于交朋友这一生，尤其是在大学的情绪里面更单纯，在社会上会反背，可是在大学里面相对单纯。如果你有遇到觉得不错的，你可以大方一点的去做。怎么做？我会跟你讲。首先就是这样子的内化的信念。OK， 会不会被打枪？会不会觉得我怪怪？他会不会拒绝我？这些信念呢？心理学家就做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叫做 92% 的烦恼是没有必要的。心理学家怎么做呢？他在每一周找了一堆实验者，每周日的晚上把下一周的烦恼写下来，每个周日晚上写下你下一周可能会遇到的烦恼，接下来投入烦恼箱，三个礼拜之后，也就是投了三次，结果超过 90% 的烦恼都没有发生，也就是你写的那些烦恼只有 10% 会发生。再来呢，这些烦恼 40% 是过去的，50% 是未来的，只有10%属于现在。所以这没有错，因为我就做过实验，我就问他说你的烦恼是什么，让他写下，他就写说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啊，马上就解决，而且轻轻松松，你筛筛子也可以啊，你就随便点地图点哪一间就好了。所以呢 ,92% 的烦恼忧虑从来没有发生过，而 8% 是可以轻易应付的。你的那些烦恼都没有，都是你想象出来的。你内化过去的声音，可能你观察别人被拒绝，你就觉得自己会被拒绝，或者是人家跟你说不要这样做，会怪怪的，你就把它想象成是自己的声音对自己说会怪怪的，不要去，哦，会告诉你怎么做。你们就是重点是要跨出那个焦虑的感受。这时候呢，会发生一个情境，当你看到一个心仪的异性，好，我就找一个你们认识的，就是那个毕书尽，应该还算是偶像吧，算吧，现在算是偶像吧。女生应该是毕书尽，男生是，你的偶像是谁？戴志颖，没有偶像啊。好 ，OK， 我们如果看到一个我觉得长得不错的男生，我想要去认识他，或者是很合我胃口，就觉得可以交个朋友。我要去认识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会紧张跟焦虑。好，紧张跟焦虑，紧张跟焦虑会导致你的生理会出现一些反应，你会肾上腺素增加，你紧张的时候肾上腺素会增加，你的心跳会加速，你的手心会开始冒汗，这个都是紧张焦虑的情况。来，那注意哦，当你期待跟兴奋的时候，你会有同样的生理反应。期待兴奋也会肾上腺素增加，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哦，两个认知，一个是紧张，一个是期待兴奋，会有同样的生理反应。这个就表示说你的身体分不出来，
分不出来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但是他同样都会帮你这些让你可以去执行这些生理反应都出现。所以做一件事情，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哦。大脑 reset 就是重置你的大脑。当你感受到你紧张焦虑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紧张焦虑，你要去认识他的时候，很紧张焦虑要过去的时候，你就停，你想到说我紧张焦虑，你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深呼吸，五、四、三、二、一，然后你跟自己说你是期待跟兴奋的，我现在期待兴奋，我现在是期待兴奋的，然后你就过去，因为这时候你的认知被你消耗，你认知关掉。然后重启是期待跟兴奋，因为你的身体，你告诉你的身体是这样，所以你就会做这样，你就会是期待兴奋。可是如果马上焦虑又再浮现出来，再停滞，五、四、三、二、一，我现在是期待兴奋的。做这样子大脑重启的动作会影响，所以你们以后不管是要去比赛之前，或者是你要上台演讲，或者是要报告之前，就是一种会让你焦虑的情境，都可以做同样的状态，不只是应用在你跟去认识异性的时候，了解，这就是大脑 reset， 从生理的角度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要认识的时候就记住这个方式，因为它真的非常有效。我会，因为你们是在学校嘛，如果是在外面社会人士的话，会开课让他们去练习认识朋友，就在街上认识朋友，他们就会用这个方式去做，可以很有效。接下来呢，找到适合你的认识方式。你们要注意，就是外向跟内向这个概念。什么是外向？活泼、开朗、乐观，很会说话，是外向吗？那内向呢？就是害羞、沉闷、边缘，是内向吗？不是哦，你们要注意哦，外向跟内向的差异是得到能量跟补充能量的方式。内向跟害羞是不一样的概念，害羞是你不敢，内向是你这样做会耗能量，来就注意一下。所以呢，外向的人你们也许会遇到，就是可能出社会会更多，就是在可能社团里面会照顾到所有人，会讲说哎来啦就一起去啊，然后一直办活动，主办活动，这些都让大家都可以很开心，然后请你们可以得到满足跟成就感，这个是一个外向的人。而内向的人的话，要他组织这个活动也可以，只是组织完之后他会非常的累，会把能量全部都耗损完毕。所以内向的人一般在独处的时候补充能量，他比较喜欢自己阅读，自己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看一场电影，去散步，甚至自己用餐，在独处的时候他会很自在。可是当他要做社交的话，他也不会做得到。这就是很多教授的状态，就是在会一直，他喜欢做研究，要读，要真的会够会独处才能做研究，要不然你会做不下去。所以呢，他会做研究，可是要去他发表他的个期刊论文的时候，他也是可以上来侃侃而谈，害羞就会讲不出话，可是内向的他会说得出话来。所以不要说，哎，我想要成为一个外向的人。或是外向的人才是社会期待的，并没有，它只是一个状态而已。内向也可以做到外向的事情，只是相对来说耗能量。所以大家就要去注意一下，你希望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很幽默。大家常常会有学生，或者是有社会人士来问，就说：“我想要学会那个永远聊不完的话题，我想要成为一个很有趣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聊不完的话题，理解吗？又聊不完的话题，也不会有一个你要学成有趣的人的时候，你要花大量的心思。而且什么叫做有趣，可以定义清楚吗？很多的才华，还是很会讲笑话，还是很会插科打诨，这样是有趣的人吗？你会学不完哦，你会发现你的才艺学不完。学完魔术你要学唱歌，学完唱歌你要弹钢琴。台湾钢琴又要弹吉他，你会学不完。而对他人的事情感兴趣的话，相对来说简单。你去注意跟他人的互动，不是只针对事情，而是对这个人整体是有兴趣的。如果你周遭你有想要认识的话，常常卡关
在聊天卡关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该问什么。但是如果你对这个人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延伸很多话下去。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讲。所以如果你比较偏内向的话，就是你没那么多能量学那么多东西啊，你去学很多也很花能量哦。那没那么多能量的话，我会鼓励大家就是对他人的事情感兴趣，不是对他人的外貌感兴趣。很多人是因为我被外貌吸引，所以我被你的外貌吸引到，我是对外貌感兴趣。如果今天他的外貌不是这样，就没兴趣了。好，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他深入互动。然后主导场面、引导场面，就是外向跟内向的状态。还有喜欢社交、喜欢独处、喜欢发言、喜欢聆听，从社交得到能量，从独处补充能量，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认识方式。接下来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 CP 值非常高，它的 CP 值非常之高，就是在外在的打理上面，很简单就可以达到，你只要做到外表干净就够了。怎么做呢？我们来思考一下，什么叫做刻板印象？大家知道刻板印象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一个最普遍的、啊，就以这个例子来说好了。普遍认定说，这是刻板印象啊，不是我觉得。普遍认定说，女生可能数学比较不好，数理比较不好，所以就会念文组。好、哦，这是普遍大家的印象，数理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刻板印象。可是这个刻板印象，也会回过来影响我们自己。这个实验怎么做？他就找了一群女生，分成两批，一批呢让这个女生穿泳装，一批女生穿毛衣。好，批穿泳装，一批穿毛衣，然后去每个都要去照镜子，照一次镜子打量看一下自己的身材，之后把他们带到房间去，然后房间里面放了巧克力。接下来穿泳装的这一批女生吃的巧克力的数量会比较少，穿毛衣的吃的数量会比较多，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女生看到身材，这个社会的规矩，女生要纤细，要骨感，所以她不敢吃太多，所以她吃巧克力虽然很好吃，但是吃的数量会比穿毛衣吃的少。哎，那等一下这个东西有找男生做，男生穿泳衣跟穿毛衣都吃一样的。好，所以男生没差，男生没有这个刻板印象威胁，这是在威胁自己，所以女生会因为这影响。再来呢，吃完巧克力之后，开始让他们做题目，数学题目。穿泳衣的平均答对 2.5 题，穿毛衣的平均答对4题。所以他的穿着会影响他在作答的时候，会认为自己数学是不好的，就会放弃作答。而毛衣的就不会，哎，还是一样，穿泳衣跟穿毛衣的男生答题是没有差异的哦，所以在这个刻板印象威胁之下，就会影响到你的状态。所以今天就是要跟你们讲，当你穿着一个不受欢迎的状态的时候，你身处在那个环境，你就会做出相符那个情境的行为举止。也就是说，当你穿得比较窄的时候，你就会做出窄的行为，可以理解。所以这边就是你，如果你身处在他们其中一员，你就会做出相符他们其中一员要做的事情，这是刻板印象的威胁。所以你们得做出一点不一样，做出一点不一样，就像是这样。好，大家用苹果穿西装，他也是穿西装，但是用了一个纸做的苹果。他把自己隐藏在精英分子上，他做出那个样子的时候，这叫自我应验预言啊！我自己做了以后，我会相信我可以做到那个样子，而且我也符合这个社会期许。这社会情绪会让我更容易做出一些不一样，而且所以外形的改变，不要觉得说它不重要，那很肤浅，没有那么的肤浅，啊，虽然它真的很肤浅，但是它很重要，你只要打理干净就够了。跟别人形成的刻板印象不一样就可以了，你稍微有打理就 OK， 这点很重要，在吸引的部分，在认识跟吸引这一块前。最前端的地方很重要，等到你交到男女朋友的时候就不需要了，你要多拉他就多拉他都可以，只要他可以接受的话。但是你要去吸引的话，你非得做这件事情，包含你们如果未来出社会要去面试，啊，你会穿牛仔裤去还是要穿正装去？你可能至少要穿个衬衫，女生可能要穿个套装，你就不会穿牛仔裤去，因为你知道这样子会被录取。可是现在你们就可以知道，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不会有吸引力。
或者是比较低，做一点小小的改变就可以增很明确的马上可以增加你的吸引力。那再来，这个概念很重要，你常常听到舒适圈是什么，老生常谈的就不用再解释了，就是你现在舒服的生活，而大大的说就是你的幸福就在舒适圈以外的地方，你要寻找你的幸福，跨出你的舒适圈，这边都会是你幸福的所在，所以你要跨出你现在这个班级舒服的环境，或者是你在宿舍里面舒服的环境，去尝试一点不一样的，不管是社团，不管是去参加外面可能跟别校的联谊活动，或者跟别系的互动，参加一些比赛，只要能够跟你原先的生活不一样，你就是跨出去了，幸福就在舒适圈以外的地方啊！你要行动。再来，我们现在就进到吸引的阶段。你们应该都有自己的认识人的管道，网络交友也是一种，网络交友也是一种认识的管道，但是你不要被诈骗，要被骗，然后不要被骗拍什么裸照啊，什么视讯啊，这些都要注意，因为网络交友就是很典型的迷恋式的爱情，迷恋它就是只有激情的那个状态，迷恋式的，因为你只看到对方的外在，你也不认识他这个人是谁。所以我们进到吸引，哇，这个可能被挡住，但是应该 OK。这叫做吸引力，这件事情叫需求的互补。你们觉得是两个人是因为互补在一起，还是因为两个人相随在一起？觉得是互补在一起，就我们你觉得是互补在一起，可以举个手吗？互补在一起的可以让我知道吗？互补在一起，觉得两个人是相似在一起的可以举手，相同在一起，所以一半一半。这个理论呢都有，这边说，如果对方表现出的行为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它就具有吸引力，没错。没错，我成绩不好，遇到一个成绩好的，我可能会被吸引。我不会打球，我打球都可能被他吸引。但是呢，来需求互补的假设，会因为一开始的新鲜有趣，一开始的新鲜有趣，然后让你们彼此在一起。可是最后还是会与相似的人一起走下去。你们一开始新鲜有趣在一起，可能因为互补在一起，等到大四就会觉得说你都不懂我。怎么都那么不理解我？很多，如果你们去问学长姐，应该都会遇到这情况。他都不理解我，他说一个喜欢去爬山，一个喜欢在家里玩电动，的时候就会合不起来，会因为彼此的不相似，最后分开。这也是一个互补的假说啦。如果你一个是支配性的，一个是顺从性的，支配性就是透过控制别人得到满足，顺从就是我希望别人帮我做决定而得到满足。这两个刚好绝配，刚好绝配。如果他刚好就是很典型的这样子的人的话，很适合相处在一起。可是如果当被别人做决定的受到压迫的时候，就会反抗。而这个希望控制需求获得满足，因为你的反抗会愤怒，最后就开始吵架。所以那只是最前面的那个表象而已。尤其是你们要迈入婚姻，会有更多更多可能跟婆媳之间有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接受，会出现抗争，所以这个叫做需求互补，是初期会有吸引力，后续会因为你们的不相似分开，都会变成像这个状态。来，吸引力的二阶段模式，第一个就是相似性的假说，因为我们彼此相似导致吸引。接下来又有另外一个学者提出了说，相似并不会吸引对方，但是会因为不相似而排斥。我们两个不合，所以我们两个就比较不会在一起。你们现在会比较聚在一起，个性有点不像，但是会聚在一起，是因为你们都共通住在宿舍里面，这一个相似性让你们聚在一起。可是等到大二不需要住在宿舍或者换宿舍的时候，马上那个跟你生活作息不相同的人踢掉，你会去找那个跟你更合的人在一起。可能大家都很喜欢打篮球，你们两个喜欢打篮球，另外两个不喜欢，你就会找另外一起喜欢打篮球的人一起。你会因为不相似而导致排斥，然后所以呢，两阶段模式的样子就会长这样。哇，这个也太糟糕了。这个最左边这个是他人，就是你跟对方啊，你跟对方呢，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会因为彼此不相似区隔开来。好，第一阶段不相似区隔开来。
而你们之间没有什么不相似的地方的话，你们就会暂时的相处在一起。这是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的话，就会进入到你们之间的相似性比较低，你就开始会疏远，就不会去理会。而你们之间是具有高相似的话，就会彼此受到吸引。所以关键点是在于前面的筛选，没有不相似就会在一起了。OK， 很不相似就彼此就先离开排斥了。来第二阶段，低相似跟高相似的差异，我们两个真的超级合的，就会一直在一起的持续互动。我们彼此没有那么的合，可能你一周打一天的篮球，我每天都要去打，所以我会去找，我会跟你一起打，还是会去找也跟我一样每天都去打篮球的人。哦，高相似就在一起，但是我还是会跟你互动。你一天打一次嘛，等到你想打的时候，我就会找你啊。但是就是一个间断性的互动，所以这是吸引力的状态，在相似性的部分。再来，刚刚有讲到平衡理论跟送礼有关。当我们觉得跟他人的关系不平衡的时候，会对个体造成压力，而我们就会采取行动让关系恢复平衡。所以呢，当有人喜欢我，就是我就不平衡了哈。你喜欢我的时候，你给予我的喜欢比较多，我就会不平衡，所以我会相对应回应同样的喜欢回去给你。所以我们对人家好的时候，他会回应相对的好感回来。你看，这是平衡，为了我们要把它平衡关系。可是送礼这件事情就会破坏关系，而且会被非常的不平衡。是什么？假设当工具人大量的送礼给这个女生的时候，因为实在太不平衡了，这个女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对方才可以把关系平衡回来，所以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就破坏这段关系，我就不要跟你相处了，我们就不会有关系不平衡的问题。所以当你大量送礼的时候，那另外一种是理所当然的接受，我们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只是在贡献而已，我们之间没有关系，你就是所谓的进贡。对，送礼这件事情你要非常的拿捏清楚。所以真的想送，你就送一点小东西，十几块、二十块，或者小吃的东西，不要就送一个三千块的项链。有朋友就是这样送三千，他还找我一起去，两个女生，两个男的，然后他就送了一个三千块的项链给对方，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络，而且连小手都没牵到。不要浪费那个钱，好不好？送礼不是这样送，你会造成对方的失去平衡，所以就是慢慢潜移默化的。互相给予关心，你关心对方之后，他会回应相对应的关心回来。当你所求过多，他没有办法回应的时候，就会想破坏这段关系。再来就是得失理论，这也跟吸引力有关。就是当我们赢得对方的喜欢的时候，会有被肯定的感觉，人家喜欢我会被肯定。但是如果他的喜欢消失的话，我就会有否定的感觉，而且会更讨厌对方。这也是一个得到的话，通常都比较不珍惜；你失去的话，就会非常愤怒。这也是一个赌徒理论。所以呢，得到就代表说他人的评价对我们由负向转为正向是得到，失去就是由正向转为负向。所以呢，他人的喜欢程度如果从负向转成正向，就是他平常看起来像坏学生，可是呢，他突然考试的时候他考很好，我对他的印象变好了。或者是这样，另外一个最常出现在偶像剧傻东西，男生是坏学生，可是有一天我看到他在喂流浪猫，也许就是那个吗？我们大陆吗？我的少女时代就是类似这样偶像剧的情况，由负向转正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喜欢，比持续的正向来得高，然后就再高过于持续的负向，最后就是由正转负，由正转负就是一开始有好印象，后来印象就变差了。这个就是什么？常常遇到分手的情侣伴侣，就是说一开始对我都好好，我说什么他都愿意接受，我要去哪边都可以。可是后来他都很懒，都在家里，都不去了，他都没有对我好了，他最后都变了，他变心了。然后男生就说：“那废话，我一开始要追你啊，当然是这样啊。”后面就恢复了。所以那个概念就是从正转负，这个时候是最讨厌的，所以情侣之间会发生纷争。多数会因为这个状态出现。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影片，就是从负转正，也是所有的基本上偶像剧都是这样演的啦，电影是这样演的，大家可以看一下。
爱情线的潜在公式，男主角通常会有点玩他型，女主角通常会有点热情，两人的初次碰面会有点小误会，导致两人互看不顺眼，接着会在一次的偶然冲突下发现其实彼此并没有那么讨厌，然后男主角就约女主角去的地方，而女主角因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去赴约，在男主角叙述自己家庭状况后，女生会发现男生的内心其实非常的有内涵，最后两位主角就好像没有家人，然后永远不缺钱，永远不用上班，场景都围绕在家里约会，家里约会之后还是约会。阿旺提到他们一定都会各自有个好朋友，这两位朋友都是典型的水友，从小到大其实都超开放。你知道我在月内遇到梦吗？跟我要，跟我要，跟我要。这位男生的朋友最好要有点色，女生的朋友最好要有点死一点，更能凸显男女比较的完美。接着我们进入戏剧的重点，男生会为了女生打，女生会帮男生擦眼，男生这时候就会适时的叫，因为这样你就会觉得他超可爱。当然也一定少不了泼水情节、搞笑情节、狗屎情节、热吻情节，还有可有可无。最后来到精彩大结局，女主角会发现男生开始跟她在一起，是因为她跟朋友打赌要证明帮到她，两人为此大吵架，决定分开。在一连串情绪的生活中，两人的生活逐渐失去重心，渐渐开始想念对方的好啊。这时候的两位不重要的朋友都派上用场，首先男生的朋友先讲到废话，你就是我哥，就老板就请在场人吃饭，又不成沙宴，机会就这样过了，我没被请到。废话后，男主角似乎有所领悟，秒登前去试图挽回女生心。要跑步也是在热血的激昂黑夜衬托下，让观众忘记其实还有计程车可以代步。男主角到达女主角家后，铁铁扑了个空，只剩下那位死鱼的小妞，告诉他女主角要通过身上飞机载着小时候起飞。接着男主角又要开始一连串的跑步，一边让人想到如果现实生活中有厂商愿意举办 Run for the Road， 一定可以开到一级。接着到了机场，发现时间已经超过了。希望离开这时，女主角拖着行李箱闪亮现身在男主角身后，两人冲突后，男生想要解释，女生却用食指说不用，两人会直接在热吻上烟消云散，好朋友张德莫名出现，用激烈的掌声加持上十个月的自己身上，直接泪洒荧光幕。原来好朋友张乃根机会要突然来电，最后从工作人员自动化到他被超拔的电视机上，让少女们久久不能自己。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负转正的概念，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要期待这种事情发生，很难。你只要是负的状态之下，很容易就一直负下去。因为这跟等一下会讲单纯曝光效果有关，你的负的形象就会一直被负的形象持续下去，然后要转正就非常难，然后就很开始就是自暴自弃了。反正我是这样的自暴自弃，然后可能会想一些麻辣的，比如说。这是偶像剧在做的，就是我找几个损友，然后假装要调戏这个女生嘛，我再出来英雄救美，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回事，非常的困难，所以尽量一开始的形象保持中性或者是正面，你只要不要坏，不管怎样都可以。也就是像你们现在坐在这边，也许对旁边的女生或男生有好感的时候，你们彼此的印象就是中性，除非你浑身散发的臭味，那就是负的。所以基本上一般现在都是中性的状态，所以要去认识的话不会太困难。那我们就来讲一个，这跟吸引力有关，这是心理学的实验，也蛮常被泛用在看电影的时候。这是吊桥实验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长姐会传递经验，尤其是学长传递给男同学经验，就是说如果你要约女生，就去电影院，而且要看恐怖电影。啊，为什么？为什么看恐怖电影？那第一个就是因为电影院黑黑的嘛，暗暗的，旁边它会有依赖的感受出来，这是直接生理上的状态。第二个呢，就跟吊桥理论有关，吊桥实验有关。这个实验怎么做呢？它也是跟你的生理状态有关系，跟你像刚刚大学生一样的概念。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找了一批男大生，好，男性大学找一批，分别在这三个情境。一个就是公园平地，一个是稍微有点起伏的桥墩，的桥，再来就是在吊桥上面，分别找了一个美女助教，找一个女性助教，然后帮这些男大生做问卷，做完几个简单的问卷之后呢，在这三个地方，然后请这些男生
给他一个图片，一支笔，然后请他写出一段故事出来，什么故事都可以。接下来结束之后，就这个助教就跟这些男大生说，如果你想要知道你的结果的话，这有我的电话，你可以打过来询问结果。哦，他做了这件事情。后来呢，这三个三 P 哪一个有打，哪一个打牌的比较多？吊桥，对，你是不是有邀女生看电影，看恐怖电影过？好，吊桥会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跟心理学有关。我在吊桥上面会有什么感觉？危险，开始生理反应就是心跳加速。对对对，有可能会断裂，所以我们要找安全一点的吊桥。OK， 吊桥上面我们心跳会加速，手心会冒汗，呼吸会急促，这个感觉跟什么一样？跟你的心上人在你旁边的感觉是一样的。如果突然的偶像出现在你旁边，会喘不过气来。偶像突然都在旁边，会喘不过气来。所以在这边跟这一个女助教、女助理在写问卷的时候，那个感受跟这个女性产生了连结。所以后续会想要打电话约这一位女性，因为那个生理状况唤起。还有，他不是有做写了一个故事吗？在吊桥上面的男大生写跟爱情有关的故事，显著的比另外两个来得多，这都唤起他爱情的感觉。所以，那吊桥理论的概念应用在电影，就是我看恐怖电影的时候，一样会心跳加速。会手心冒汗，这时候，哎，同学，男同学坐旁边，我的那个，我知道他是男同学，可是我的生理没有办法判断，我会心里在想说，哎，我大概有58%是因为看这个电影让我心跳加速，32%是因为我刚才吃咸酥鸡有点卡到，消化不良有点心跳加速，然后剩下11%是这个男生带动。我们不会这样判断，我们全部都会混在一起，这就叫做唤醒的错误归因。我们的归因的方向错误了，就是明明是恐怖电影带来的心跳加速，可是我会唤醒成这个男生带给我的，会把它同化在一起。这个是真实的，你们真的可以去试试看。看恐怖电影就是，但是你不要叫的比女生大声，你不要你叫的比他更大声，是他在保护你，这样就不对。再来呢，刚才有讲到单纯曝光效果，再讲正向负向的。什么叫单纯曝光效果？就是，这我先不讲，近水楼台先得月啦，就是同班的同学很容易形成班队，因为你们大量的重复的曝光在彼此面前，你们也许每天都会见面，这是那然后就会日久生情，班队系队，这是单纯曝光效果。这个实验怎么做呢？我们先讲这个可口可乐的实验好了。类似广告效应、自入性行销都是这样，我把这个东西大量曝光在你的面前，只要你不反感的话，你就会转化成好感。他怎么做？可口可乐公司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跟那个电视台说，你广告，你在播广告或节目的时候，你中间帮我插，因为那个广告都是一格一格的嘛，所以他中间你帮我插入0.几秒，说我想喝可口可乐。插入0.几秒，是你连看都看不到，那个迅速过去，那叫预下的单纯曝光效应。穿过去之后，然后结果那一段时间可口可乐销量就增加，因为你一直大量看到我想喝可口可乐的心理暗示，这是真的。后来就被禁止使用这个，接着全部都禁止广告这样打，不能够这样插进去使用，因为那是用你的心理暗示做的。所以你只要重复大量的曝光，不要是负向的，就会转化成好感。而这个近色的照片实验也是在做这样的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就说请这位男同学或女同学来，然后找一张他的自拍照，脸的自拍照，然后把自拍照用成近色的，就是完全相反的，左右两边相反的。其实那你嘛，那接下来就让你来选，你比较喜欢哪一张？然后再你的朋友来选，你比较喜欢哪一张？他比较喜欢哪一张？我们都会选那个相反的那一张，知道吗？就是照相照出来那是你，可是你都会觉得很丑，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镜子看着自己都比较好看，照片出来都比较丑。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看习惯镜子照出来的我们，
而你的朋友都会选那个你不喜欢的那一张，因为他看习惯的是真实的你。这也是单纯曝光效果的实验，一个有趣的实验。所以你只要重复大量出现的话，就会形成好感。但是呢，它有它的限制。如果这个人原本就讨厌，你又重复的出现在他面前，他只会更讨厌，他只会更讨厌你而已。所以你们就要记住了，如果你探听一下他对你的观感，他如果对你有负面感受，你就不要去；如果他没有负面感受的话，你就可以适时的出现了。不是偶像剧就演吗？好巧，怎么那么巧遇到你？明明就是看到他，然后跑到前面去，故意绕出来说好巧，怎么会遇到你？就一直重复曝光这件事情。所以，但是你要适可而止，你不要每天都一直去找他，适可而止，这件事情有效，真的有效。接下来，这个也跟脑神经科学有关，镜像神经受体。你们知道什么是同理心吗？有听过同理心？同理心是什么意思？同理心是什么意思？我理会不起，不要，这样太为难你们。同理心有一个说法，就是它是平对平的状态，就是同理跟同理的差异是什么？同理不是同情哦。同理跟同情无关，同情就是什么？当你看到一个，假设你看到一个乞丐坐在那边，衣不蔽体，很可怜，你就会想同情他、怜悯他。可是如果你过去也曾经像他一样坐在那边衣不蔽体，在那边乞讨的时候，你就会去同理他，因为你知道他那个状态很痛苦。同理跟同情的差别，那镜像神经的受体就是。同理心是一个词，可是镜像型神经它存在你的大脑里面，它是真实存在的。好，就举一个例子，所有的人同学，如果我当例子好，就是现在有一个人站在这边，然后他用他的右脚用力的往我的胯下往上这样踢，男同学会不会很蛋疼？你就会马上感受到非常疼痛的感觉。但是女生很明显就不会有这个感觉，因为女生没办法那个深感同身受，只有男性会有很疼的感觉而已。如果讲另外的，就是现在拿一个老虎钳夹着我的指甲，你们就看着那个画面，夹着我的指甲，然后用力往上一掀，然后血淋淋弄开，每个都觉得好痛，因为或多或少都知道那个痛苦的感觉。这个就是天生的镜像神经元受体。有的人很薄弱，他不会觉得痛，他不会感受到你的痛，很薄弱。说什么人？像正杰，正杰他不会觉得你是很痛，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想砍你就砍你，因为他这边很薄很弱，平常不常用到。我们用越多就会增生哦，大脑的突触是会增生的，用进废退，用越多就增生越多。所以呢，镜像神经元怎么做？当你们要有吸引力的时候，你们就要笑，要放松。如果今天你想去认识对方的时候，你很紧张的过去，他也会很紧张的回应你。可是如果你是开心，你是微笑的过去，他的镜像神经元受体会被触发出来，他也会是轻松、会很开心的状态。所以在面对你上台的时候，你表现出来是开心的情况，台下也会有相对应的镜像神经元受体出来。所以你很 nervous， 你很焦虑，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这个就是从脑神经科学来判断这件事情，所以去应对的时候，你们就大脑 reset， 让自己呈现一个比较正面的状态，对方会有相对应的回应回来。啊，记住这件事情。那你们都来想一下，你们要创造吸引力嘛？如果一早起来，你突然变成异性了，男生变女生，女生变男生，那你会喜欢原本那个？假设男生变女生了，你会喜欢原本那个男生的你吗？女生你变成男生了，会喜欢原本那个女生的你吗？我觉得可能你们要想一下。可以反问一下吗？可以问你一下吗？对，因为同学，你会喜欢吗？如果你变女生了，你会喜欢那个女生的你，会喜欢男生的你吗？他说：“不会，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变女生了，你这个女生会喜欢原本其他男生的吗？会吧，怎么说？那就是一种感觉，因为实在觉得男性魅力足够，男性荷尔蒙很发，我就是喜欢。哎，你们要知道荷尔蒙这件事情会导致你们在，这是基因的问题哦。如果你觉得某一个异性闻起来香香的，就是他那个味道很好闻，他就是吸引你的异性，因为那是基因导致你跟他的都是香香的。所以有人觉得，哎，这个狐臭不好闻，可是有人觉得这个狐臭很香。那是因为基因觉得你们是配对在一起的状态，这也是跟荷尔蒙有关。你们都可以去思考这一点，就要真的去了解。如果你真的觉得，哎，你会不喜欢自己的话，哎，好好自我探索一下，有什么地方可以调整。而且你要行动。我知道了，但是我需要行动，而不是我知道了就这样子依然固我，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知道了调整，知道了调整。那我们来，今天的什么东西都忘记都没有关系，今天讲的东西都忘记了没有关系，但是这三个你就一定要记住，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对人感兴趣，你不用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但是麻烦一定要对人是感兴趣的，是对人，不是对他的外貌，不是对他的成绩，不是对他的什么钱，是对这个人整个是感兴趣的，你才会跟人有连结。才可以跟人产生连接。第二个是你要让你的生命是有热情的，你可以有一个热情，你喜欢的兴趣，你喜欢打球，你喜欢玩桌游，你喜欢玩游戏都可以。为什么？当你没有这些热情的时候，你想要充电，你找不到地方充电。你在外面崩溃，你在外面疲累的时候，你回来没有充电的地方，你就会毫无止境的一直耗损下去。所以你找到一个对自己有热情的事情，你会透过这件事情来充电。你喜欢阅读也可以，一定找到一件事情让你的生命是有热情的。如果现在没有，就尽快找。其实会有，只是你没有去探索你的过去，可能被你忘记了。你以前喜欢的东西被你丢下了，你只是没有再去找而已。再来就是要有弹性的态度，不是说我被这个女生或被这个男生拒绝了，我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就是不是非黑即白，事情没有这样，有中间地带，有模糊的地方，没有绝对的。他不喜欢我就是讨厌我，他不对我好，那就是我非得要，要不然就是我要全部人都可以喜欢我，所有人都要喜欢我。如果说有50个人喜欢你，有50个人不喜欢你，那你们会去注意那个50个不喜欢的你的人，还是50个喜欢你的人？你们要去思考，不喜欢你的50个，然后你就要去注意为什么？因为你想检讨自己，到底不喜欢我哪边？我可以改，我可以改，我可以改。可是你会花费你大量的精力在上面，而这50个喜欢的人就被你丢在旁边，没有注意了。其实你应该花时间关注这50个喜欢的人，跟他们经营关系才对。因为我们不可能被所有人喜欢，有60%的人喜欢你就已经很多了。还要去注意，如果你一直注意那个不喜欢你的状态，然后你为此要一直做调整的话，调整不完，不可能调整完的。还要注意，你要有弹性的态度。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件事情是在所有的历程都会用到，认识、吸引、交往、维持、分手，就是建立关系这件事情。是信任跟安心，你只要可以让对方相信任你，而且你带给他安全感、安心感的时候，关系就会建立起来。怎么说呢？我们来问一下，女生可以问，然后男生就可以想象一下。OK， 男生说哪一句话最让你动心，或者是男生觉得说哪一句话会最让女生动心？第一个，我养你；第二个，有我在；第三个，我想你。第四个，相信我；第五个，我要；六，随便花；七，多吃点；八，我陪你；九，我爱你；十，是嫁给我。哪一句话会最让你心动？男生就是讲说哪一句话你觉得说了女生会最心动？你们想一下哦。就大家可能就普查一下吧，就大家请就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
来，第一个，你会觉得我养你会让你动心，或者是你会觉得对这个说法，我养你，大家都不想被养。好，我养你没有？来，有我在，会让你动心。啊，有，还蛮多的啊。再来，我想你会让你动心的，觉得是空口说白话的啊。我想你没有实质的表现。再来，相信我会让你动心的，相信我有。相信我，画保证。那我要你会动心的，我要你会动心的。再来，随便花会动心的。哇，这个物质匮乏。好，随便花。再来，多吃点会动心的。哦，这我不知道是爱吃的一组就对了，是吗？多吃点。哎，你其他东西都可以观察一下、哦、他喜欢多吃。所以等一下就约他去吃饭，跟他说多吃点，在那边行动。再来，我陪你，比如说我陪你的，哦，需要陪伴。好，再来，我爱你，会行动。我爱你，你觉得这句话太浮夸吗？我爱你，怎样讲？再来，嫁给我，应该有吗？嫁给我，还不到这个年纪，还不到这个年纪，可是到了适婚年龄，你会不会觉得嫁给我这件事情是？可是嫁给台湾的离婚率是50%，然后你结婚之后有一半的都会离婚，嫁给我这是非常具有风险性，非常有风险，因为你结婚了要办婚礼要花钱，最后又离婚了，那你就心里想要再办一次吗？很痛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哪一句话会最动心，你们注意，你们有没有看过我可能不会爱你？对，每次我都想，不知道我可能不爱你有看过吗？有吗？哦。这是《弟弟威》里面女主角是陈幼卿，还有一位是，还有一位是谁？对，大人哥李大人。你就去看《弟弟威》说话，李大人说话，他们两个分别在处理陈幼卿的问题。你们去听一下他们的对话，关注一下那个对话啊。你去哪了？好久。只是一瓶啤酒而已。他常常需要聊一聊，有时候一瓶啤酒就可以让他畅所欲言。对不起，我太小心了。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的确心情不太好。是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我可以讲出来，让我了解一下吗？就我们总经理，他把一个跟我不太合的设计部同事申请来做品牌经理了。那是因为你拒绝东南亚的事？是我自己放弃的，没错。心里就是有点不舒服。你工作不开心，用心把辞职。难道你总不能一辈子不上不下的卖鞋子吧？所以卖鞋子是不上不下。他们真的没有钱。你对工作其实比任何人都努力认真，真的不用那么认真。我的意思是，辞职以后，我找到你喜欢的工作，就好好休息一阵子啊。我付薪水给你，可是你有自己的工作哲学，你不是也从那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对吗？可是我永远记住，你不需要为了工作看人生，人生看生，因为你有我，我会永远支持你，所以你只能为了这种事不开心。加油！
是明天就会好好的。这才是我认识你。我总算松了一口气，要不然我一直胡思乱想。我还以为你会想你大人，才那么不乐。先问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要问女生啊，女生啊，就是你觉得刚才第一位会比较吸引你，还是林大人比较吸引你？第一位会比较吸引你的，可以让我知道举手。第一位，第一位就是前面那个男生，他赚很大，他赚很大，所以他就是可以随便花的那一种的。我养你随便花，来的我付薪水给你，就是随便花的意思，没有吗？那刚刚那个说要被随便花的没有？好，那比较喜欢李大的感觉是什么？会比较温暖的感觉，就说女生的你举什么手？啊，好 ，OK， 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他就是所谓的霸道总裁啦，第一位就是霸道总裁的概念，很吸引人，很阳刚，就是那种外向型的人，所以他就会说你工作不开心，尽管辞职，你不能总不能一辈子不上不下的卖鞋子。这句话有点触目到陈幼卿啊，但是他某种程度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啊，因为他赚很多，赚很多，他看到你赚成这样子，他可能就会觉得你干脆不要做了，你就辞职了，你在家里当贤妻良母就好了，反正我养你啊。再来就是你真的不用那么认真，辞职之后找不到喜欢的工作就好好休息，对，因为他有可以帮助他，我付薪水给你，就是我养你，随便花。多这点同事，记住你不用为了工作看脸色，因为你有我，就是我有我在的概念。再来，我帮你挂保证啊，有我，你不用忍气吞声，不值得为了这件事情不开心。好，给他松了一口气，但其实他的确是在想李大人。那我们来看李大人的说话，他们真的很不了解你，你对工作其实比任何人都努力认真。这句话就是在同理他的成就，他其实是希望从工作得到成就感，他不是只是想要被喂养的一个女性而已，他希望有自己的工作哲学嘛。好，你也有自己的工作哲学，不是也从这个工作中找到成就感，对吗？他懂了解他，我会永远支持你，加油，这是我认识的你。整段话透露的就是一个我懂你的概念，我懂你想要的是什么。我能够同理你，我可以了解你。他这个主持都是以陈幼卿为主体，可是丁立威就会是，我可以帮你做什么？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容易答？你们有自信可以去说，对你们说我养你的这个说话吗？对他说随便话，会很难达到，会比较难达到。虽然难，可是你要达到我能够懂你的状态。很容易，学会我懂你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学会随便花是一件有困难的事情，在座可能有少数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提到一件事情，同理心这个东西非常的有意义，而且非常的重要，包含着只要它在跟对话之中你可以带有同理的话，很容易可以跟人建立连结，建立关系。而同盟式的关系就是我跟你是同在的，我不是单纯的觉得是要安慰你，安慰你有点上对下，就是我等于有点怜悯你啊，我在安慰你，可是同理是我跟你同在，我知道你的这些事情，我知道你的难受，我知道你的痛苦。他的说法就是好吧，被切掉了，穿着对方的鞋走在对方走过的路上。所以男生理解穿高跟鞋的痛苦吗？可能不理解，那今天女生就拿高跟鞋给你穿，你踩在高跟鞋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脚踝到底有多痛苦。好、哦，这就是穿着对方的鞋走在对方的路上，你马上就知道感同身受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你给我建议，而是一种被懂、被了解的感受。如果有人可以苦你所苦、痛你所痛、在乎你的在乎、了解那一些对你来说纠结又矛盾的情绪。那样子被接住的感觉，
就像是坠落到棉花上一样，你就已经坠落坠落坠落空空荡荡的，但是掉到棉花上轻轻柔柔的，一种欣慰就会油然而生，你有被接住的感受。你们周遭有这样子的可以接住你的情绪的吗？跟他讲，就不批判你哦，不批判你，会很少很少。因为如果你想跟父母聊一些这种心事的事，讲一讲就会说，谁叫你要这样啊？谁叫你要那样啊？你早点听我的就不会这样啊。通常都是分手了，分手了好难过、哦，你就去找朋友诉苦，他就讲说早就跟你说这个男的不可靠了，就跟你说过了，你还是要跟他在一起，你活该。啊，他不会说你活该啊。然后大家就会最经典分手的三句三嘛，就三草定律嘛。第一个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第二句就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啊，第三个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不要找伴侣，你去外面找。有就是讲这三句话，就是老生常谈。他变成是说，他想开导你，你也知道他想开导你，可是你的痛苦没有被接住。我们要练习去接住对方的感觉。首先，你先可以试着同理你自己，去了解这件事情。再来呢，你懂对方想说的话吗？啊，这个。男生说，我今天要请同事来家里喝调酒，正在市场买柠檬。女生就说，我也要。男生说，你要几颗？女生就用这个表情，男生就说，怎么了吗？等一下，我想问一下男生，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还是觉得没问题啊？对啊，就要几颗啊？你搞不回答我，是不知道要几颗吗？还是女生也看不出来吗？应该看得懂哈、哦。女生说的我也要，是我也想要去你家喝调酒啊。男生以为说你想要买，你也要买柠檬，就是你们的对话是衔接不上的，你没有办法去理解女生在说什么，因为你没有站在她的那个角度来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个什么叫做听不懂对方说的话，我们看一下，你们可能有看过，像你那里啊，那就是求结果，知道我是谁吗？花果山十三太郎是吧？我就是老大。想当年，我手拿着两把西瓜刀，从南天门一直砍到后白渡，来回砍了三天三夜，是血流成河。可我就是收起刀落，收起刀落，收起刀落，一眼都没眨过。那么长时间不眨眼睛，眼睛会不会干呢？不干又会怎样？不干又怎样？这跟我说的有关系吗？我就是好奇。你听不懂我说这话的重点吗？我是在想眼睛会不会干的事情吗？我就是在想，那么长时间眼睛不干。别他妈再跟我说什么眼睛干，我他妈不干了！你孙先生，等一下，孙先生，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我瞎眼不瞎眼，你问我眼睛干不干？好，我给你看，你看我眼睛干不干？你说我眼睛干不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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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没有？看到了？看到了。还有什么东西能给我拿出来？我全给你打了，给我拿出来。年轻人真没办法给你想道理啊！你说你问我借东西，我借给你了吗？啊！你说我借给你了，没有。我不去，谢谢。你看你们现在的年轻人轻佻浮躁，我个人认为啊，还是踏实的人比较好。孙先生，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想吃自己打。我不是想吃，是你让我拿出来给你打了。OK， 听不懂对话。我在讲砍人的事情，你跟我讲眼睛干不干的事情，就是彼此对不到那个频率。当你会去同理、感同身受的时候，你会知道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东西。那现在呢，要讲的方式，这个堆叠式回应，就是在告诉你们要怎么去同理对方的 SOP。
哦，讲同理心，好像知道，好像不知道，但是这个方式会直接告诉你你要做些什么，你可以开始同理对方。这个方式也跟聊天有关。如果有人要问说，老师心理师要怎么聊天聊不完，要有无限话题，我告诉你就用这个方式就可以聊天聊不完。哦，不会有无限话题，但是会深化话题。我们先走到这边，然后让你稍微简单练习一下。堆叠式回应呢，主要会做一个动作叫，先了解什么是开放式问句跟封闭式问句。开放式问句、封闭式问句，常常就是你们之间对话开启的关键。你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啊，遇到对方啊，你就问他说，你喜不喜欢运动？他就说喜欢，啊，你就会开始，那你喜欢吃咖喱吗？喜欢，好，然后就还有什么？还可以问什么？你喜欢玩游戏？你喜欢去图书馆吗？不喜欢，好，然后我就会问不下去了。就问不下去了，因为我问的问题叫封闭式问句，就是你喜不喜欢，你想不想要，你需不需要，你爱不爱，就是我只能回答是或否，要或不要的问题，所以就很容易被中断，句点很简单，就直接被句点。你会说为什么对方都不回应我？因为你问的问题就强迫对方要句点你啊。但是对你非常有好感，他会自己主动来追加。你喜欢吃咖喱吗？哦，喜欢，我超喜欢哪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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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你有好感就会这样讲。还有对人很好的人也会这样说，因为他怕话很干，他会帮你补。可是你要自己试着去学习怎么开话题，所以不是问你说不要问说你喜欢运动啊，没有，你就问说你喜欢什么运动，这就是一个开放式的问句。你喜欢什么运动？它可以有曲棍球，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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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球、棒球，什么都可以。你喜欢吃什么？就有一大堆 ，OK， 你平常休闲都喜欢去哪里？就有很多，就不会说去图，就不会问只是去图书馆他不喜欢。你们要试着去问开放式的问句，让对方有更多的选择性来回应你。再来就是要专注，对话专注。你如果在跟对方对话的时候，你一边看手机，一边跟他说话，啊，是心里就会不舒服了。然后你问他你有没有在听，他会说有啊，我有在听啊，我有在听啊，但大概就听一半。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让对方有好感的话，你至少跟他对话的时候，你专心的听他，专注的听，就是面对他。什么叫做面对他？就是头这样转过去算面对他吗？他在那边，我头转过去算面对吗？这样不算。面对他就是不知道什么叫面对，就是你的肚脐正对着他，因为肚脐就是绝对是正对，你正对着他，你就是面对他。会很明显的一种感受，因为就是我们心理师在做的时候，就会做这样的事情，让他感受到我有专注的在倾听他，我在听他说话。再来就是隐约式鼓励，这个也很常发生，通常是啊，这个也会发到我身上。之前有一个女朋友，然后远距离，她每天晚上就要打电话聊天，可是我下班之后只想要放松，我就会玩电动，就会玩那个线上游戏，玩的时候嘛。打电话基本上激烈的时候就会屏住呼吸，激烈的时候没有完全没有声音，他就在那边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你还在吗？他就说，然后终于结束，会战结束了，我在。然后就问，那你刚才在干嘛？没有啊，我在听你说话啊。明明就没有了，他会很明显听到，所以你要做隐约式鼓励，就是当对方说什么的时候，你就要回应他，继续说啊。那怎么了？就鼓励他多说一点，专注的看着他。他说的时候，鼓励他多说一点。你要有回应，点头也可以，用声音也可以，让他可以多说。不然他会觉得你想听这个话题。你就是要带给对方，你其实对他很关注，你很想要了解他多一点。这个很明显，这是镜像神经的概念。当你表达出这种感受的时候，他也会触发他的这个镜像神经，他也会觉得你真的有在听他说话。再来就是术语义跟摘要，这个就是我在我们在做心理师训练的时候，我们在训练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就说
就学很多，我可以说什么，可以说什么，可以说什么，很像个案说什么我们就接什么，个案说什么我们就接什么。没有，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个案话里面的最后一句。他说：“哎，老师，我发现我想要我跟女生聊天都聊不太起来，哎，我好想学会无限，我好想学会无限的话题。”你就回他，然后所以你想要学会无限的话题，他就会说：“对对对对对。”啊，你在跟对方对话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引导到对方跟你说“对对对对对”，他就会他很明确的他就知道你有在听他说话。你只要可以让对方回应这一句的时候，那个倾听的连结就已经成立了。好，所以这件事情可以，我就只要这样做，五十分钟就过去了。我们谈一次是五十分钟，那对不对？因为我也插不了什么话，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的问题。那时候还在训练的时候，但是这个东西他就会说啊。老师，我觉得舒服好多，我就跟你约下一次。这件事情非常的简单，就是做简述语义，然后最后他讲完了，你就帮他摘要一下。所以你刚才说的是不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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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想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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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讲一下就可以，他就会很明确的知道你有在听他说话。再来就是同理心，就会比较困难。情感反应这件事情，刚摘要的时候你要去抓住他里面的情绪，例如他说：“老师，我觉得我跟女生说话都没有办法。”我好想要学会无限的话题，里面的情绪是什么？里面有一个情绪在里面，就要去抓。他的情绪是烦恼、困扰，然后有点焦躁，因为他觉得都聊不下去。然后你就要抓他的情绪，所以你因为跟女生没办法聊下去，会让你有点困扰哦。你就这样跟他讲，他就会知道你有在听他说话，而且有反映出情绪出来。聊天就是要聊情绪。你们才可以深入下去，不然就只是聊天。要深化关系，要聊情绪。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我们因为时间做这个太多，所以我们先做一个专注的练习，好吧？什么是专注的练习？就是一点眼睛要盯着对方。假如你们就两两一组，两两一组，然后呢？生理上的专注就是要面对对方，保持眼睛的接触，身体适当的前倾，表示有在听，表情自然亲切。如果对方有反应就点头，但是等一下不需要说话，你们就看对方就好。心理的专注就是不要胡思乱想，积极的听，注意到他的反应。那怎么做呢？这边不是三人，就是两人一组，然后两个两两相对，一分钟就好，别弄时间。好，那就请同学们稍微。两两的看着对方，好，然后等一下就计时开始，好了，两分钟好了，要计时开始了哦。好，大家都注意，这件事就练习专注这件事是什么，你会很明显感受到对方是有在注意你的。好，来准备了，倒数，倒数，倒数。等一下，好，五秒钟，五秒钟，看着对方，看着对方的眼睛，看着对方，想要笑可以，不要笑太大声。好，开始，开始，然后开始，就看着对方的眼睛，试着做这件事情，会让对方感受到尊重。就看着，看着对方的眼睛，不要移开，笑可以，但是不要移开，看着对方。笑可以，但是就是看着对方，看着对方，试着做这件事情。凝视是有意义的哦，看对方眼睛有意义。等一下会跟你们去讲解释一下。
好，时间到，时间到。好，解惑了，解惑了。可以问一下，刚刚前面有在看，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深情款款，含情脉脉，情不自禁？没有，没有感觉。不要吵架，有没有？好不好？好，那你感觉怎么样？怎么办？很尴尬，为什么？不知道，就看对方啊。就很尴尬，你也觉得很尴尬，一开始会尴尬，后来呢就专注的看对方，而且前面一分钟很难熬，后面一分钟就会变得顺畅很多，而且会很尴尬，因为大家都没办法忍受沉默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想要尴尬的时候就要挤一点话出来，不然这个场面就会大家不自在。这件事情很重要，忍受沉默。什么叫做专注？你就专注的听，不用抢话说，你不用一定要挤一些话出来，你就专注的看着对方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就会做一些隐约式鼓励。那同样的，就是刚刚两个人，我们再让你练习叫做隐约式鼓励这件事情。隐约式鼓励呢是什么？你用对呀、是啊的这些句子，或者说继续说怎么了。这样子的句子引导对方继续说，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不要说。他说了什么，你也不要帮他解答，你就只要对啊，这样就可以了啊、哦，只要这样就好了。你想要为对方解答的心，想要安抚他的心，不需要，你只要做这件事情就可以了。然后点头，也不表情。那刚刚的两两一组要问，开始问这个问题。你只有四分钟的时间，请在四分钟和对方讲述自己的人生，越详细越好。然后 A 对 B 讲 ，B 再对 A 讲，四分钟只要隐约式鼓励就好，你只要对他说，你就听他讲就好了。好，四分钟，好，可以开始说，开始说。就聊天嘛，就是一个简单的聊天，但是不准回应就是了，你只能说只能做隐约式鼓励，不准回应。
好，那 B 要交换了 ，B 换 A， 然后开始三分钟。时间到，还有最后还有五分钟，稍微讲一下，有的人可能有聊，可能有人没有聊。聊这些话题是有它的意义在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我只能跟你们讲这个题而已。我后面会我整理一下，我一般来说我会让大家问的顺序。好，来，这个顺序呢，总共我会让大家列出五个问题啊，一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想要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吗？以哪一种形式出名 ？OK， 这个问题你们可以稍微想一下这个问题的概念。第二个是明天醒来你可以得到某种特质或能力，你希望那是谁？第三个问题就是刚刚的四分钟的时间越想去越好。再来第四个，你一直有非常渴望完成的事情，是否有？为什么还没去实践？最后第五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在今晚就将死去了。而且没有机会和任何人说到话，你会最后悔没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又为什么你还没有告诉他这些话？来，大家注意这些问题的顺序性有它的含在，有感觉出来是什么意涵吗？你感受出来吗？顺序，这个顺序从最上面是一个很表面的话题，不会很深层，不会很内在，就是可以一个闲聊的话题。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记住聊天的顺序性就是从表浅的话题开始聊，接下来特质或能力这个东西不会把自己的内在提出来，就是一个稍微的聊天。再深一点就是你过去的人生了，已经有一点内在自我的探索，
所以我刚刚一下子要你们聊到四分钟聊自己的时候，大家就会尴尬，因为你们还没有暖身暖套。我会让原本应该要让大家从第一题开始这样聊下去，前面聊了就会开始聊开了，先从表浅的话题开始聊，聊开了以后会渐渐聊到内在的话题，再来就是梦想这件事情，又再更内在，希望跟梦想，最后就是过去家庭哀伤的事情。深浅程度由上至下，越下面的就越深，跟陌生人是聊不出来这个话题的。你说要跟谁，陌生人来问你这个问题，你会觉得他很怪，所以不会聊这个话题。而这个顺序性呢，所以告诉这个叫做36道问句，如果你们在网络上面去查，查得到，这是一个心理学家他在做的实验，他设计了36道问题，分成3个层次，每一个层次12题，他就让男女互相把这36个问题问完之后，做了刚刚的两个双方凝视4分钟，看着对方不说话4分钟，而这对男女会有大概60%多的几率会相爱，因为这些很内在深层，你们都可以想想看，这种话题你会对谁说？很难很难去对人说出口，所以如果照着顺序去问完，而且在最后凝视的时候，你们两个会出现共感，那种同理的状态会一致，你会觉得对方是很懂你的，就是你被对方了解了，你被对方同理了，被对方认识了，会让你们之间会产生大量的好感。最后呢，就是跟大家说，我们希望怎么被对待，就要怎么样对待他人，一个同理的意涵。他说你们想要被对待，你们想要被喜欢，你也要去喜欢他人。当然很重要的是，你要先喜欢你自己。思考一下，你一定要先喜欢你自己，才会容易被别人喜欢。OK。最后的结论，请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幸福不会凭空掉下来，拜托，一定走出来，走出去，做点什么不一样的。还有对人感兴趣，让生命有热情，有弹性的态度，这3个记住，找到真正适合你的，而不是纯粹的迷恋。真正适合你的要经过相处才会出现，只是一见钟情的话，你要去思考是不是迷恋，然后关系等于信任加安心，跟别人互动，妥善有效运用同理心，你才可以真正听得懂对方想说的。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同学。